感谢大家点阅本影片，让我们像影片一样无限飙杀，创造无限可能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Hello， 欢迎来到伪装生活频道。那今天大家要看到满满的，全部都是一般展开箱的所有东西。那这次介绍呢是最新三丽鸥新出的运动系列的一番赏。那为什么说运动呢？因为它里面所有的 logo 图案啊，全部都是跟运动型有关，不管是物品啊，全部都是很实用性。那也都比较偏向，比如说可以露营啊，或外出休闲都可以使用携带的哦。那它总共有1到15赏，那最后一赏呢也是很实用。那我会把最后赏的图片到时候会放在影片的在最后面后半段。那首先我们来开第一赏，也就是这一次本次的所有的大奖咯，那就是噔噔，这个就是我背后的超大背景的图案，就这个很大吧，你看都跟我人一样了。它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大家观众朋友有看到吗？它就是一个帐篷，这有点像是野外的哈，你可以放在外面的帐篷这样子。那它这边呢，它是自动的，它是很携带方便，它就一摊开，它就会长这样子。所以是这个呢是最大奖，但也是目前我听说老板啊，很多人都在抢这个，为了抽它。对啊，其他东西都可以不要，就是我只为这个，因为它为什么呢？它全部就只有两个，等于说每个这一组的一般掌抽呢就只有两个这种帐篷，所以它是很限量限定哦。那这是一号，二号就是这个噔噔保冷袋，很大吧，一样也很大，都跟比我脸还要大。这就是这个保冷袋的图案花样，给大家看一下咯。那这是保冷袋，很蛮好用的啦，而且它是可以这样子侧背，这样子背起来很好用的一个保冷袋包包，厚度也蛮厚的，我觉得也不错。那这就是二号保冷袋。三号呢，三号跟露营的第一赏只是帐篷一样，也很实用。就是这个呢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大家应该看不出来吧，我现场拆给你们看。我各爱拆一个，这个呢它是可以搭配的第一赏露营的垫子，也可以当做野餐垫，那你也可以当做就是如果晚上睡觉啊，在外面底下不是那垫子用的，就垫子。啊，如果你是在山上露营的话，其实还可以当做那保冷，可以防潮湿。然后就这样子打开，它突然是这样子，把它打开，它就是先开始的一个垫子。你看多大多大，你看都超出镜头的。我把它摊开来，给大家看一下图案。噔噔，到头都是我。噔噔，看我这样是不是啊？我东西都打出来了。哎呀，可是大家看到，应该全部，应该看不到我的吧？啊，现在我还没全开，还有一折在这里，就是这样子。噔噔，啊，这就是垫子，还不错的垫子吧？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垫子。啊，有点难收，先丢旁边，然后再慢慢收。哦，那接下来介绍第四赏啊，第四赏是什么呢？我来看一下哦。就是这里啊，也是很实用的啦。其实就是毛巾，而且它是运动型的毛巾，它可以是打开是长条型的，这就是全部的图案哦。来喽，给大家看，噔噔，这就是长条的毛巾的样子。来给大家拿近一点看一下哦，它主要就是有狗狗啦，还有这个天使星，对，还有美乐蒂，这就是长条型的运动毛巾，还蛮长的哦。好，这是第五赏，那再来是第六赏。第六赏的话，拜拜。有看到吗？这个杯杯，而且它一组你抽到这个第六赏，它里面有三个哦。大概给大家看一下是哪三个图案。它贴心还送你三根吸管，有看到吗？三根吸管就是粉红色、蓝色跟黄色，可以任君选。那主要是杯子，给大家先看第一个杯子。第一个杯子呢，就是有狗狗的，还有美乐蒂，还有企鹅。就是第一个杯子是三个人物，那再来是第二个杯子，第二个杯子来
这边也一样有三个人物，还有青蛙啦，还有这个天使星，这样总有三个人物这样子。那第三个杯杯呢，一样也三个人物，有布丁狗这样子，好，还有狗狗的这边，这就是主要第三个杯子。所以六上，好，就是外出的杯杯，你可以当露营的水杯也好了，还有外出的西边的杯杯啊，就这样盖着，这样子盖住，而且还可以自己选颜色，看粉色、蓝色、黄色，任君挑选。第七是这个包包，这个包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对，而且它这是也是外出的那种包包，也可以当做腰包，叠在身上。然后后面还会送你这个小扣碗，可以扣在身上的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，就是可以当一个小包包。那这一组呢，第七赏其实跟第八赏其实是一样的东西，都是包包，只是图案不一样。我们给大家比较一下，这就是第八，像第七跟第八就是这样，就是九跟十哦都是一样。就是这是什么呢？它是外出的水杯袋。啊，图案先让大家看，然后我等一下先拆一个，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袋子是什么样。我先拆九号的，噔噔，一哦，好险我有拆。你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的材质？哇，它这里还有个这个吊起来的扣碗，是可以解开的哦。看这个是可以解开的。而且它这里也有做一个这种伸缩的扣环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这样子这样拉紧，这样拉拉拉拉，它这边就这样缩起来。所以你不管杯子的大小啊，或是 size 啊，你就可以任由选择这样子啊，你就这样提着走，多方便啊，很方便哦。你看，把它这样立起来也不错看。这个是九号跟十号，第十一场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有大家有听到声音吗？摇这个它会有声音，它是这样企鹅的，算是我个人是把它定在宠物玩具啦。这个猫跟狗都很爱，所以你在户外啊，不管是露营也好，或是去公园好，把它带着啊。如果你家里有养宠物，养猫或养狗，你就这样丢下去，他们都很爱接。像我家有养猫咪，我就丢了这个企鹅版的给它，放在地上，它玩爱不释手，因为一直滚一直滚它。所以这是第十一啊，第十一赏就是这个。第十二赏同系列的，只是换的是狗狗的图案，那一样它会有这种沙沙的声音。第十三赏是布丁狗，一样也是有这样沙沙沙的声音这样子。那十四跟十五啊，都是这种，它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我就开，我开第十五赏。最后一赏给你们看，好，开黄色的这一个，不知道你们猜对了没？我来打给你看喽，答案要揭晓喽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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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猜出来是什么东西吗？这边还有两个小，算是弹性袋子，这样子，有两条弹性带，那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这样子挂起来的，我不知道大家猜到没有。应该有人猜到，应该有人还猜不到，那我就直接答案揭晓。这个呢，其实就是坐垫，就是吸带式的坐垫。它这边看厚厚的，就是会有海绵。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看到这样有没有压到海绵哦，这样海绵这样压下去可以压这样。这是坐吸带式的坐垫海绵啊，它是这样可以折叠的，可以让你方便吸带套。一般赏系列呢，它还有出那个就是 last door 清空的话，它会有一个最后赏。那最后赏的话我就没有了，因为我手气我没有，我不是好野人啊，所以我就没有最后赏啦。我到时候我会放那个图片在这边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外观长的。三丽欧运动型系列的一般赏，那就开箱给大家看哦，一到十五号。全部都公布给大家看了啊！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我们伟中生活频道哦。那今天的开箱就到介绍到这里咯，拜拜！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。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。至于什么病呢？请点选右上角的连结吧。
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，别忘了订阅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哦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我们会不定期上架新的影片，另外也可以搜寻 FB 加入粉丝团哦。